在呼伦社346的地区鹿港东区呼伦社充满爱心，共连续十多年利用中华十间大学、高中以及各中小需要帮助的学生，成为呼伦之主，让因会当安心来读册。18号早起时，嘛伫鹿港高中举行着观众仪式，希望借由抛砖引玉的活动，让更加侪舍友会当献出爱心，让更加侪学生会当来受惠。支持捐赠，是。鹿港东区呼伦社的呼伦之主捐赠公益活动已经伫咧鹿港高中举办十几年了。今年度总共捐助237位学生，金额有186班。今天是我们鹿港东区呼伦社举办呼伦之子的捐赠仪式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今年呢一共捐了186万，家会学子237位。那在我们2013年到现在，一共捐赠了1284万，家会学子1587位。那要感谢我们历任的社长及社友一起来参加，一起捐赠。那么我们都知道，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翁，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我们希望在他求学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对他以后的人生呢，提供更好的服务。也一样，借他们长大之后呢，也一样为我们社会提供更加的服务，来贡献这个社会。学校也来致敬感谢状，感谢鹿港东区呼伦社对学生的关怀之情。好，非常感谢鹿东呼伦社长期以来，都资助各个学校我们呼伦之主的之子的奖助学金哈。那今年的奖助金额跟人数都创新高哈。那也表示说，我们能够接受扶助的孩子有更多，所以对学校而言是相当的感谢哈。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感恩我们这些先进们提供的他们生活的资助，在未来的学习上能够有更多的发挥。天亮科技红也亲自参加颁奖典礼，表达对呼伦社友的感激，也相信有民间团体助援到底，对教育有真大帮助。咱鹿港东区呼伦社，会当讲在我们郑社长的带领之下，今天来到咱鹿港高中，来做一个扶轮之子的一个捐赠，然后咱来鹿港东区扶轮社，安尼几十挂来，拢捐赠哦，咱真侪扶轮之子也是一种鼓励，咱鹿港东区扶轮社，会当讲吼，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落实于地方哈，不管从社区的长辈，到咱这个安尼学子，拢非常用心，嘛非常感谢咱鹿港东区扶轮社的用心哦。会当讲历届的社长大家拢共同努力，照顾社会相信以社长明灯来照亮咱地方会当讲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人来做一些公益。透过这个活动，让更多人付出爱心加实际行动，希望借由助学金，让学生安心就学，培养学生感恩做人的观念。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